从明天起逐步解除剩余的官定防疫措施，并放宽戴口罩的规定。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莹说，有意协助新加坡开展海外人脉的华社领袖，首先需要充分掌握并了解我国的核心利益。如果廉价航空公司酷航或全球航空权威杂志航空运输世界评选为2024年度具价值的航空公司，近期有不法之徒声称能够协助投资失利或受骗的人追讨款项。今年以来，警方已接获至少29起这类骗局的报案，涉案金额至少120万元。以上就是五点的快报60秒。不然拍照会丑丑哦。你忘在车上了，没有带在身上。